这边的樱花也是凌晨。那这边就是他们的广场啊，一些活动，还有秋千呢、啊。嗯。对，那个博物馆。对，等一下就要进入他们的庄头里头。健康站。这以前他们吊秋千的地方就是荡秋千的。对，他们有季节的话，那个秋千就会弄下来。现在没有办活动的话，就先收起来。好，一、二、三，然后 A、B、C， 然后。哆瑞咪，好，阿哥。卢凯文物馆。那个20块啊。对。一个20块。65岁以上。3张。63张。对。他要60。那么目前这里一楼在展的是织布。织布，它二楼可以上去吗？然后的话，然后对，楼上是出去右手边，走一圈。好，那就可以了哈。嗯，好，谢谢。织布展。好好好，对，好，没有关系。好，下面就有说明了。好、哦，好、哦，好，好，好。那一楼就这些而已嘛，哈。对，二楼是顶楼。哦，啊，二楼上去的话是出去又出去。哦，好，那我们等一下，先去看一下。这边是他们的这叫储会，储会是在织布里面做一个储会，然后拿着凤梨叶做一个仪式禁止之后就禁止男人进入，对，那那个盖完织布屋的时候，对，织布屋这个事情都会请男性先帮我们盖好，盖完就不能让他们进去了。对，因为那是女人在刺绣的地方。好，对。出去。学员作品。现在的话也只有做到像那种晒干之后，改奴们，改奴就是奶奶们，老人家就会把它拿来做碗袋、背带。
然后三面都是我们学员做的。学员的。为什么要做？因为也要让我们知道，我们当学这个是很不容易，对。传承。因为你看三面都有瑕疵嘛，按这里所做的都是比较细。比较专业的。哦，白色灰色的。嗯，我们是用苎麻去编织。苎麻。苎麻的线，就这个就是苎麻。是。不是。这个植物，我们外面有种，有一个黑色的盆栽，那边有那个小小的，那个就是植物苎麻。那、哦、你说黑色的那个就是苎麻？对。嗯。对，它大概可以长到跟人的高度一样。啊。嗯。这个，它这边这个有点营养不良，因为它这颗这里的太阳照射的太大了、所以植物都会容易坏掉。它怎么变成盲线呢？刚才有说要什么？上面都有说明啊，就是把它要轴啦什么的割掉，然后就把它的叶子去掉，然后给它折断啊，取出它的那些、纤维。对，然后之后就是给它晒干啊，就给它。拿小刀一丝一丝的给它晒干。是筋啊，是那个筋的部分。啊 对啊。嗯。也是一个智慧啊。百合花的民族，卢凯族，白色灰色。小筛子，木盆，竹盆，双肩背负式背带，考古。弹药袋，枪支的弹药袋，弓箭，背物用绳带，盾牌，哇，这个盾，这个是护片，防止撞击，兽皮。是有那个三枪，山羊、鹿、熊也有。古瓮，琉璃珠贝式片锦式四排式，目前没有看到。这个是烟斗，侧立柱，传统石板屋总共有六个侧立柱子，其中有两。对侧立柱均有屋子前半相对立，女头饰带，男子长袖短板上衣，女用长袍上衣，
女头饰带，荨麻衣，男的女的，婴儿摇篮，服饰箱，怎么不苎麻制婴儿背带，男子长袖短版上衣加头目章，成年男子片裙，男子长袖短版上衣，织布苎麻线团，那我看到三角，那边有餐厅。这边的樱花也是零层，有一层啊，一层。啊，这个哪叫一层啊？一点点，0.5层。0.5啦。这边可以住啊，民宿啊。可以住一晚了、啊，就不要那么赶，可以在这边看那个云雾缭绕于教堂之间。在这里住一晚太浪费。对，没有啊，这个是无价呢。你看那个云海穿过教堂，这是无价。百货民宿也是有人来住。有啊。早上来啦，石板巷。哇，这边的樱花，还有一个一层红虾花，山猪肉了，山猪肉了，香肠山猪肉，没有青菜，没有，不然就是到楼下那个刚才那个博物馆旁边那边也有几间吃的。今天比较没有人呐、啊，你如果是樱花季来，你就不用吃了。对啊，原则上你就只能吃泡面了，要不然你就要等一个小时以上。这边是咖啡的了。咖啡的，咖啡的，咖啡简餐呢、啊？咖啡简餐啊，炒泡面呐、啊，炒泡面呐、啊，茶叶蛋炒泡面。啊，下去。好。它这个还蛮大盘的。嗯。他们还有现捣的麻糬呀。你真正无贵。好。嗯。嗯，这个要比炒泡面好吃太多了。金门名产也是炒泡面的、啊，那就炒泡面啊，然后加个荷包蛋啊，还有加一些料啊。料不是炒面类的泡面类的料，没有，还会再放一些高丽菜啊。啊，有，对啊，一般都没有了。没有啊，我刚刚有看啊，没有啊，就是泡面的而已啊，没有泡面的料而已啊。红虾花，鳗食，猪排，烤鱼。因为现在不是樱花季了，樱花季这种的，对啊，用来亏了。以前樱花季，毕竟来玩的人还是少。啊，有的是开平日啊，他店休可能是礼拜天休息。我查那个牛肉面店，高雄的牛肉面店啊，又有好几家礼拜天都休息。他们就是卖。好，你好，哪边来？高雄。高雄。啊，隔壁住的。隔壁的。隔壁。牛肉面，很多礼拜天休息的，他们就是卖平日的。哦。也就是说，那间雾头山啊，没有的话就是去雾头山光华的店，那间也是有。也是吃的就对了。不过人就比较多一点点。
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从那边上去。这边就是樱花网，以前的樱花网，可是已经GG了，就是干掉了，缺水干掉。啊，它的分株就是分株，就是刚才我们早上来的那边，阿里那边的原土的分支，就是都是分到那边过去了。物是人非啊。啊，不过他的那个尸体还在啊，根基还在。不见了。樱花王，呀呀呀呀呀！对呀、啊，就是这边呢、啊。哪里？这一间呢、啊？这一间呢、啊？啊，裁掉了啦。就这个了。对啊，所以它裁掉了，我没有办法看啊。以前就是这个一整株，然后它的那个应该是这株吧？没有，上面的。这株这么小，叫樱花网啊、哦？上面的，裁撤掉了。这里，哎，好像是这一株哦。这应该是这一株吧？嗯，这顶管是安门头。啊，些猪啊！是这纯家，西菜纯家，啊，是不是他啊？西菜纯家，很漂亮的呢。你 Google 一下，雾台樱花网很漂亮的呢。啊，已经死掉了、啊。有可能来蒙着那个、啊。好像是这一只啊，是这里没错啦。啊，是说哪一只是？樱花网。雾台樱花网。对啊，永久歇业，很大片，你看，嗯。这个的，哎，你对照一下，你看在哪边？在上面，就是这个，对，这边呢、啊，这边呢、啊，啊，裁掉了。啊，在这边啊，这个岩石的旁边啊，这鸡啦，应该的是。哦，这鸡啊。这鸡啊，这鸡吗？啊，樱花网啊，无只大鸡是嘛？那做网啦。嗯。那有合恋吗？哎，有可能这一只、啊。谁要跟木头合恋呢、啊？樱花网。应该是这鸡吧，对啊。树干盖粗的无了，来对啊，来，哎，几根树呢？伊咧，对啊，即嘛是讲，就伊咧，你看嘛这树，对啊，就是这只啊，就是这只啊，这只啊，对啊，我们看到尸体了啊，尸体了，有看到啊，啊，你一网一定是爱加粗的，才会当去做网啊。应该是有，就是树头嘛，你好，就地下的木头。嘿嘿嘿嘿。里底弄坑吗？地下的木头。对啊。有那么直吗？有啊，你自己看的这个大小跟那个大小刚好。差不多。接着上去啊，应该就可以了。嗯。你看，我们都把他的尸体也找出来了。这里底弄树丛。弄搭一样，那是说干。干掉了。啊，你们可以走。哦，比较靠近一点啦。嗯。要上去了、啊。哦，上去了。车子的停车的地方。走这种路比较有情调。对啊，你那个平路平坦的路太平了，不想走。我们要走人生不同的路啊。
好，来，西瓜甜不甜？甜。